开局先拿大剑，没拿着就锁子甲，锁子甲没拿着，魔抗嘛，靠！有点烦。双格斗，粑粑人儿，三玉龙呗，不管哪个阵营，魔抗是最不需要的。怎么的呢？饮血剑不行吗？趴下。星界吧，星界吧，为父。玉龙这么糊，那来把玉龙啊，也行。无尽饮血加泰坦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就问你们行还是不行？行就把行给我打在公屏上，不行那就不行。行不行？夜印呢？上个石头人儿，或者是包女儿，石头人儿吧。现在玉龙怎么玩啊？我看看啊，我搜一个版本新 T 玉龙赛分双玉 C， 看看。
猴哥往后点儿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羊刀银血夜印，结合银血剑吧。不是他这玉龙推荐的不还是要潘森吗？龙赛芬还有潘森，我发现赛芬不太行，赛芬是个粑粑，还得是潘的。我们这把来个大剑，没有大剑，腰带我也不想要，给我来个锁子甲吧。一块钱我也要了，行不行？一块钱我也要。我的银血夜印正义都有了，泰坦合了合了，现在就合呀，那也行，给你猴哥来个泰坦。那泰坦合了吗？夜印不没了吗？先那么地儿吧，大师给我技能全打了，不过我猴哥突进后排了，我猴哥给我干，嚓一棒一个，我这猴敲，能打过不？哎，完了，连胜没了，太他妈难受了，操！真的好烦呐、我操，哎，断我节奏啊，你他妈的，本来我包女儿也二了，哎呀，好断我节奏啊，真的好烦啊。包女二了，我就可以继续赢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操他妈，又差一块钱，就他妈差了一块钱，哎，我气死了！大傻逼，我诅咒你十天拉不出来屎。
饮血剑呢？饮血剑确实得要啊，先来个饮血剑吧。决定了，这把就玩玉龙，试一试啊，试一把。我们双饮血加无尽赛分，赛分泰坦无尽饮血剑，十奥玉，这个夜印羊刀饮血剑，哎，又差这一块钱，我好难受啊。今天喝晚了。我递一下吧，我就递一手行，小递一手。这个炉子可以啊，这不给潘子来件黑切。给潘子来件黑切，私人教练都不拿，要什么私人教练？现在私教多贵呀，自己练得了。健身还用私教吗？猴哥给我敲他。拉饵我扔了，太卡钱了，有点卡。下边别给我拉饵，我求你了啊！有游泳龙还拿黑棋，那没啥拿的呀。这波应该能赢，上两个武器大师，问题应该不大。蓝盾吃不着，玉龙咋吃蓝盾呢？玉龙那要是能给这个石雕给他上个蓝盾行，给他上个蓝盾的装备，你那石雕上不去装备，你怎么拿蓝盾啊？那玉龙都是围一圈的咋吃啊？我操了哥，这也让我说，哎我他妈亏死了，我操，哎我气死了，这个傻逼六级他就全地了，你要干嘛呀？你一块钱不留啊？你做甚呢？哎，真恶心！大剑，大剑蓝枪肯定他妈选不着了。也没啥拿的，魔抗，魔抗有点低了。顽皮与变革齐头并进，不要包女儿，不要包女儿，要谁呀？没人上啊，没人上拉倒吧，这么地儿吧，
我决定了啊，潘森、银血，这么的啊，这么的，我捋一下子啊，看一眼我们的装备啊。这个我们的十奥玉银血夜印加羊刀啊，我们的 C 分无尽泰坦加银血，我们的潘森黑切银血，随便来一个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家要三把银血，一把无尽，还差四把大剑，五把大剑加一个锁子甲，还有一个攻速加大棒。潘森出黑缺是吧？怎么的？不行吗？哦，给我多来几件大剑，给我多来几把大剑，大剑来吧，十奥玉，还有赛分，行，大剑，大棒来了，大棒也行，三个都加。猴哥能扔了吗？猴哥还不能扔。下石头人，下石头人上谁呀？上猪啊，没啥区别。哎，这是拆的东墙补西墙，没啥用。都一样。下波我希望能来个彩色的海克斯，比如说这个意外之财、高端购物啥的，给我来一个。我现在还挺需要钱的，钱不是那么很够用啊。或者是组件百宝袋，投了，这不就来了吗？猴哥不能扔啊！没有夜印怎么办？我羊刀肯定是要的。先来个羊刀，羊刀石头人儿，潘森不行，整点肉也行。
下坡开地。要大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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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都要大剑。还是个大剑巴德，这还能拿着了吗？先给无尽吧，因为他已经有吸血了。等一个银血剑，三星赛分有搞头没？要什么自行车？你夜印得了。活龙靠近。算了，赛分别要了，还是要两星十奥玉吧。我将扑灭纷争的烈火。夜印十奥玉没二。那也给你吧。完了，我给潘子来点装备。我给潘子来点右装。
完了，我们再来个两星十奥玉，也就无敌了。谢谢，就是挺喜欢看你玩游戏，大大伙计，谢谢。看看人家，给个波波吧。大气，来点大气，兄弟们，我们差点送的严肃。我们好像无敌了，赛分的来件装备就完事儿了。谢谢那年月雪的故事，能不能快点给我升二？那外面没有人玩玉龙，这干嘛呢？还不升？该升了，这老些龙都来了，就差你了，该升级了，听见没？撅个嘴。这么猛吗？求求你看看死奥玉的输出吧，你求求我也没用啊，我装备没人给。我只能给赛芬来个饮血剑了，你求求我有什么用？别拿我饮血剑，我臭，我畜生吗？这不是，我纯是个畜生，操！我到拿什么怎么办？法宝，不严。我正要享受战斗的乐趣。魔龙靠近。那死奥玉快来呀！我将扑灭纷争的烈火。怎么不升二啊？法爆没用，怎么没用？就给法爆，无尽法爆，怎么没用？加暴击不行吗？把我银鞋剑给我拿走了，我能怎么整？你说，你还他妈升不升二？你快点儿的！我操，我都服了。哎，就不升，就不升了呗，就是不升二，咋的都行，就是不升。真废物。
赛芬都删了，没有那个钱追他呀，哪有那钱呢？完了，给了个科技枪，能给个拆不？我真是服气呀、啊，真会给装备。不容易、啊、莱芒巴德，你瞅一二了啊，就一直出，你看着吗？只要一二了他就一直出。那我的科技枪给谁呀？换个赛芬行，反正我也没事干，我锁一个。我应该死不了，打不死我。又打他呀，哎，我就打这枪手费劲点，怎么就一直打呀？打多少轮了哥，还打呀？这样吧，三枪，吃分了，吃分能行吗？我吃鸡，操！法医为什么不换位置呢？问得好，马上换。你看，我不换，他自己就换过来了。嗯，他又换回去了。我操，这个逼！哎呀，挺他妈会换呢。进，打不过。还行吧，他双杀了，冒险侠吧，冒险侠，这小子玩挺好，我说实话，啊，这小子玩的挺好，但没用，这把我吃鸡，我们不吃鸡不下。